看不上其他的女生。他的尖酸刻薄，我不喜欢你每次说话说到一半就走。谁要听你的观点呢？他的毫不留情，如果我叫你滚，会不会太没有礼貌了？你不要这样嘛。他的小毛病，你不会是在偷吧？你没证据，别乱说话。却让兄弟两人都对他产生了好奇心。你是我第一个朋友，你好。理不清的情感交织，你有没有可能喜欢十月？你不接受我吗？让他们陷入了复杂的三角恋情，他的选择又将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呢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为什么要这么狠？寄生5月16号起，晚上9点八频道。从5月16号起，你也可以在咪 watch 免费学习选看。